Leo 聊世界，天天都更新。大家好，我是 Leo。今天来看哥德人对上曲折罗人，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图。先来看一下出生点位，九点钟方向的 Dot 选择了哥德人哦。哥德人特色呢，步兵哦非常便宜哦，到帝王时代折扣非常多，后期有火炮火山也可以用，而且他的骑兵呢城堡时代是全满的，帝王时代还有大肉马可以用。而且现在哥德人呢常常是走马攻路线哦，反而是这个步兵路线哦，在城堡时代啊。会比较少看到一点、啊、那哥德人呢打法是比较自由一点、哦、但他缺点就是呢没有太多的经济加成、哦、前期的经济加成就只有吃这个野生动物时可以吃得更久一点，所以哥德人封建时代、哦、非常适合打这个棒棒开局或者是打这个肉马开局都是 OK 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曲折罗人特色，曲折罗人特色呢是他开局时会有两个果树丛，而且他的这个养呢驯服的动物、哦、可以放到魔方里面可以慢慢产生食物、哦，可以看到这边食物有慢慢的在跳哈，43哈，慢慢跳上去。那这个羊奶呢，就可以只喝，喝到这个城堡时代28分钟还33分钟左右时候呢，啊，它的这个羊奶就会开始慢慢回本哈。那曲折罗人呢，这个慢慢生成羊奶的这个能力哦，其实哦也不一定哦，一定要把这个羊放进去哦。如果真的缺食物或是要爆马的时候，还是可以拿出来克的啊，并不是说放进去就不能拿出来了。曲折罗人呢，他的骑兵路线是比较厉害的，额外增伤非常多，不管是闪避马或是骆驼是相当厉害的东西。但是缺点是呢，他没有枪兵的升级，所以遇到对方大量骑兵的时候，一定要出骆驼。那他的工兵呢，是唯一一个有这个异端邪说的啊，相公文明的哈，所以他的工兵呢也不太容易被招降掉。相公路线也是蛮强大的，还有这个金冠技术前线卫队可以让骆驼跟相公的近战防御、哦、增加4点，非常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两边的地图了。那地图方面目前看起来 NBL、不是 NBL 这个曲折罗人，曲折罗人地图右边有块黄金，左边有块黄金，黄金的位置数没有太大的问题，主金的位置也是，而且这张地图还算是能围的啊。不管怎么围呢，也是需要大围才会围得好、啊。那、这样围啊，那我们来看一下道特这边，道特这边很久没有看到啊，最近终于回来打天梯了，我们就来赶快来看一下道特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好、看一下他的黄金位置啊，黄金位置是两块，这里这里也一块啊，那两块位置的黄金都是不是太好的，道特来说在前期是很难受，后期也很难受的一个地图。可以看到他所有的资源都是靠前、哦、石头、果子、黄金、黄金、黄金都是正面对对手的这个位置、哦啊、不像曲折罗这边还有一块是在后方、啊、这个就很尴尬。那这也是对道特一个挑战、哦、所有资源靠前的情况下要怎么防守是一大问题、啊、好，这里补下了军营20批才补军营。那哥德人呢，他可以一秒研发好织布技术，所以通常深封建时代会领先对手一寸哦。好，那这边可以看到军营已经下，但这边是打棒棒吗？这个棒棒其实有点晚了哦。好，但是哥德人不用挖黄金也可以按出三棒棒，这就是哥德人的优势。好，曲折罗没意外的话应该也是走肉马开局，而结果走的是射箭场。道特这边一个侦查，送了这只肉马也得侦查，就是看对方是打肉马还是打工兵，但没想到直接被对方看了正着、啊、是打工兵路线。那这边黄金要赶快挖了、啊、下采矿地。好，现在正面至少拖一下时间，不要让道特直接冲进来。道特这边五只棒棒转成装甲步兵了，好，工兵在后面。好，道特看到你转工兵，马上补了射箭场，连毛兵也在生产了。好，这里打破一个房子之后，再敲第二个，五只装甲打到有点残血，选择了拉走。好，我开始往右边进攻。现在曲折罗正式围了一个超级大围，哇，围超大的那种啊。好，家里围的差不多，轰过来，枪兵戳不到。好，这一坨装甲很关键，看能不能做到更多事情。曲折罗很快就点下了一级射，那这边曲折罗可以考虑补下农田技术。
好，但工兵来了，看一下这一波拉打，被拉，要收光咯，这个工兵数量够多了，毛兵过来拉过来防守。好，这边高打低，先反击一下毛兵，工兵被抓掉了一只，装甲兵拉过来，回来反击毛兵，工兵只剩下一只，全部拿下，搞定了 DOT。DOT 这一波打得还蛮不错的。好，那六只装甲有没有赚到东西？这就有点见仁见智了啊！我个人认为啊，是没有赚到啊，没有赚到。只能说装甲步兵效果有限啊，有赚但不多啊。好，这里毛兵吃光所有的工兵，这一波就是道特大赚了啊！不然道特有点小亏，现在开始有点回本了。好，那这边驱逐罗斯没有点下一级农田的，是要准备直升城堡时代。好，好，装甲步兵杀了过来，对，继续骚扰，那应该没问题，前期应该也都是小打小闹啊。好，这里再围一下，反正是毛兵，我这里可以慢慢围啊，这里围好，这里有个洞哦，我有看到 ，OK。房子围起来，那现在两边都升到了城堡时代。驱逐罗这边是先按了一只骆驼，那哥德人 DOT 还在按装甲步兵，你是认真的吗 ？DOT 装甲步兵还在按，这真的是要确定哦，要去哦。好，这里补下了射箭场。那现在驱逐罗决定是要走工兵路线。那走工兵路线有个大问题，驱逐罗的工兵本来就不是那么厉害，而且待会哥的人还有哥的卫队。但如果不走工兵的话，打长剑兵又很难打。好，哥的这边也转出了战矛。这里补了工程器制造所，二级射有了，开始可以拉扯。好，最后这个长剑兵没有办法成功突破这个射箭场。好，射回去了。好，战矛兵升级好了，有二级射。好，这个拉打拉得很漂亮哦。好，孔明过来，看到大量的长剑兵。没有办法，遇到长剑兵就只能出工兵。工兵这边打得很好，现在道特要转出战矛，还缺一个二级的工兵铠甲。啊，马上点下二级工兵皮甲。好，这一坨弩炮加工兵继续给到了很大的压力啊！继续往前，这个推进打得很好，弩炮后面串烧，战矛兵还在偷点，这里弩炮要点矛兵。那工兵要点长剑兵，好，这边有打到很多的伤害，闪避马也出来了，长剑兵没有，闪避马就能登场。驱逐罗这边的路线相当明确，没有长剑兵，闪避马就是无敌的。好，但是没有这个骑兵铠甲，直接被战矛兵给投烂了。好，这一波交战之后，道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长剑兵路线。好，长剑兵走出来。继续守尸，但是又被点掉，工兵出来又点掉，哇，这个长剑兵并没有办法很好做到输出，反而是弩炮一直在前面坦着伤害，这一波道特有点亏了。这边本来道特的想法是把对方压在家里打强军 C 点，让对方出不来就行，要不要补工程器制造所啊？感觉这个要补工程器制造所才有机会了。好，剑兵再走出来，直接手撕，一刀两刀拿下，三刀 ，OK， 弩炮全倒，但是战矛兵数量也不多。好，驱逐罗这里没有点二级伐木，道特也是，两边都是把食物用到了淋漓尽致啊。但是驱逐罗这边是可以开始转马的啊、哦。好，这一波点了弹道学跟工兵铠甲。好，毛兵继续稍微反击，但毛兵数量不太够，要偷一个二级伐木吗？偷一下吧，偷了二级伐木经济就会很好，
但到了这里不敢偷，继续在按剑兵。好，两只闪避马走到了后面，看一下经济状况，这里有洞，100分。道特后面家里没有控好，被弱的洞进来，蓝剑兵跟毛兵开始往前推。好，残血的马拉出来，但是这个残被勾引走，又拉了回去。好，又要死一村，剑兵来了。好，这里再一刀拿下，后面再一刀，哇，赚了四村，到头后面经济被赚了一些，正前方的毛兵跟剑兵也没有办法做到很好的效果，弩炮加上闪避马，闪避马第一时间就被剑兵砍成白痴，哇，这个闪避马好脆，果然闪避马最大问题就是打不赢步兵啊。剑兵现在做到了很好的效果，到头的歌德。城堡时代剑兵流有料吗？好，弓兵又走了过来，这次剑兵一直追，毛兵在后面慢慢输出。好，这边高打低，要不要回头一下？现在有点控不太过来，家里位置还有更多的剑兵在防守。道特开始把经济补了起来，三 TC 浓起来了。道特这一把还是要打经济一点啊，毕竟强军式的歌德是没有未来的啊。有人折扣这东西，你还是需要有钱才可以想折扣，你没有钱这个折扣你就想不到啊。正所谓机会是准备给准备好的人啊，道特正在准备自己的机会啊，啊，准备好啊。OK， 那这边四支剑兵直接砸下去，漂亮，毛兵全倒光，再来一发，三个长剑兵倒光，就用 TC 收掉啊。好，现在屈德罗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慢慢开始转正了，刚刚抓了四村的优势，现在经济稍微好转了一点，但是 DOT 还是经济领先状态哦。好，正面互撞一下，这一坨工兵相当关键，我们来看一下曲泽罗这一坨工兵能不能做到大事。空军去射掉两只村民，走了进来，村民往后拉。哇，这个一收村，道特经济又会有点小小受伤。看他前面有头车弩炮，这里暂时没问题。果然还是这里是个大问题哈。弩兵走进来，道特经济有点炸裂，资源要被反超了。好，打完之后拉走吗？还是回高地反击战矛兵？好，这里高地反击了一些弩兵。现在二级农也点下了，道特经济越来越好了。反正是曲泽罗这边一直不点二级农，而二级伐木跟一级农都没有点，这个资源消耗会非常的快速啊！好，轮轴补了一个，道特还没有补轮轴，这里补了一个城堡。哎呦，点步兵铠甲，这一点就是我要出环刃投掷手。好，这里工兵数量有点大坨，19只射箭兵非常轻松。好，开始出环刃投掷手了，但环刃投掷手一直要60块钱肉啊，肉要60块的情况下不点萨地利，其实出保兵还蛮伤经济的哦。不太确定这一波是不是该转环刃投掷手。好，先砸一下低打高砸不掉投掷车。好，这边高打低直接三村被拍烂，道特这边血亏，然后两根宝盖起来了，这里黄金就可以挖，道特现在没有挖石头，所以没有办法去造城堡去再盖住这个黄金可以被开采的，但是屈德罗选择了比较安全的冶金位置。好，道特这一波打两长剑兵走过来了，直接在这里补了一个 TC， 道特目前经济是88村，走进来想要开砍，但这里可以收村，村民才被大砍中，死了几村，道特这里直接把头车拿下，漂亮，头车还砸到自己，村民直接倒地，这一波道特直接抓了15村，经济非常的好。道特拿点下了帝王时代，哇，屈德罗家里直接虚空防守，杀进来了，
扎利投石车直接拍掉了大量的农兵。好，现在战矛兵稍微挡一下这些缓刃投资手。那缓刃投资手基本上用战矛兵也是能打回去的，因为他本身没什么这个防御力，所以战矛兵到底用时代是7点伤害，那驱逐罗的工兵呢，这个步兵呢是3点远防啊，4点远防，所以打一下还是有3滴血啊。但是没意外的话，哥德人要打环刃投掷手有两个选择哦，一个就是走马弓路线，一个就是走火枪兵哦。不管走哪个路线的话，都是很好克制待会的打法哈。但是驱逐罗也可以搭配着自己的闪避马去打马弓，或是打这个火枪，所以两边都可以互相克制哦。比的就是谁的操作更好，跟转兵转得更好，还有这个经济谁控得更好，骚扰的越强啊。这西帝国玩法是比较多很多面向性的哈，就要克制中的克制中的克制，还有控图中的控图哈，控图显得就更重要一点哈。好，帝王时代点下了，现在帝王时代要点东西是三级色点下去了，果然是要走马弓路线了吗？道特。帝王时代不走步兵，反而是走马弓。驱逐罗看到之后，应该会赶快转马。二级马凯先赶快点下吧，但连一级马凯都没有。好，点了品种跟跟踪技术，这一个城堡盖到头破血流。完了，投资手过来串一下，我伤害有点高。好，继续拉。但是环乐投资手射程并不是那么远的哦，只有5点射程。好，这个城堡开始被攻城了。下面环乐投资手抓到挖野金的村民，完蛋，要追上了吗？哇，直接串死了5只村民，有点痛，高打低。但是这里并没有放弃开采，这里直接硬抓，但是抓不太掉，就被马弓全部收掉了。好，那现在驱逐罗点下了银冠杀敌力，这样子出兵就不会耗费太多资源。好，这里撞城堡，道特是不是忘记这里有城堡呢？刚刚试得很开心呢。好，三台巨头开始慢慢攻城，道特要开始转枪兵了吗 ？OK， 转枪兵防止这个闪避马啊。好，这里闪避马先来抓村民，目标相当明确。好，拉了过来。逼退对手，好，村民数有稍微下降。好，城堡在这里又被抓，哇！好，这一波闪避马冲了过来，马弓继续拉，但是现在有点打不太赢哦。或者现在枪兵升级不上去，只有重装土枪兵。枪兵来了，闪避马已经打出了成盾伤害。好，拿掉一台巨型投石机，枪兵正在输出当中。好，现在闪避马数量还在往前补。好，这里闪避马并没有点精锐，二攻也没点，伤害是有点差劲的。好，你只要赶快去补下攻击力跟防御力才行，还有精锐升级。虽然按了很多闪避马，但是这一波并没有办法赚到太多的优势。驱逐罗现在想要走个多线，好，精锐点下，闪避马还是有成功拿下两台巨头，那就还行。好，那现在道特只要家里补一堆枪兵，应该就没问题。好，有意识到，看到了，这边敌军的位置，他都掌握的清清楚楚啊。好，闪避马现在是被一发一支，现在已经开始闪不掉了，枪兵开始往下走。好，这里马弓35只，射倒了3只僧侣，枪兵数量现在有24只。好，闪避马还在追，哇，真的是打爽没，还在打，太狠了，通通被搞定了。这里又更多的闪避马来，
道特这一波 TC 就算盖好也要炸裂了，抽离数直接降到只差九十几村。但是这边工程还没有停止，曲折罗这一波多先打得很好，直接抓了十九村。吐了，这个 TC 最后还是没盖好。好，反道特这边也在抓你了。哎呀，你刚刚照我臭名声晃我抓你，但是结果这面的巨头直接被闪兵马给抓掉。第一台拿下，第二台也拿下，枪兵这时候才三分来迟，没有办法很好的守住。最后巨头是拿下两台，这边闪兵马还在输出，他还在够。好，但这边换成枪兵也在够，好，大家都在够，你够我也够，啊，你来我往，这就是世纪帝国偷家的精髓。你偷我，我偷你啊！好，上方这边挖金矿村民终于被抓到了。现在去这楼的黄金有稍微下降了一点。现在道特要守住这块黄金，这里可能要盖一根城堡才会比较好守住中线的位置哈。好，道特现在要继续转枪兵吗？哇，枪兵数量是有点多喽，七十八支的枪兵是什么意思？七十八支啊！好，家里田还是有少量枪兵在做防守。好，枪兵直接开戳，但是村民还是被硬抓掉了。好，现在枪兵在上面乱戳，这里没有打算要进攻吗？现在曲折罗最后一根城堡在这个位置，一定要死守修起来。好，这里用这根城堡拖时间，闪避矛继续往外偷吗？好，二级的步兵铠甲点下了，这里还是想走环刃投资手啊。皮特罗，要是这边走环刃投石手的话，有点微妙，算是都能打，但是优势并不大。最好是要搭配肉马啊，搭配肉马，因为现在黄金有点缺，肉马赶快升。哎呦，有在按肉马了。对，这里不能再继续把黄金留给闪避马了。闪避马到这个时间点打这面的时候，影响力并不是那么大，而且非常吃重黄金。反正投资手现在重点就是要赶快把数量堆叠起来，才有机会打得赢哦。好，这里肉马抓掉了一堆村民，城堡还在半血，应该暂时不会掉。好，左边枪兵继续补了过来，这波部队量其实有点大了，道特的压力还在继续给，舍弃步兵的道特全走马弓，但是马弓一直被点掉。城堡还在输出，死马死够了没？道特有点亏。好，还是马弓往前开射，但是这里还在 BD， 落马还在输出，还在够，还在够，往前戳破了环刃投石手，现在是最后希望。马弓这边防守。这里肉马往前想要抓巨头吗？这个是几点射错了吧？全部送光了。哇，这一波肉马送完应该就没了。道特这边继续进攻，但是闪避马肉马还在后面继续多线。但没意外的话，道特应该是守住了，枪兵反正便宜啊。但是你家要没了。好，村民敢往后撤。但只要一往后撤的话，基本上经济也是炸了哈，因为村民移动就不会产资源啊，而且还要再重新补下这些产能，要回本跟产出资源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啊。好，道特这边决定要转步兵，双手剑兵开始升级，要直接一波带走了，驱逐了的闪避马，没有再继续出，也没资源出了，黄金真的归零了。现在只能靠环刃投资手，但环刃投资手现在数量也只有十只，要两下才打死的一只，但这个效率有点差啊，数量没了，没有城堡。哇，现在曲折罗在拖时间而已，家里已经没有办法扛得住这么大量的步兵伤害了。曲折罗决定要拼命一波，直接去你家挖金矿。好，这里肉马继续输出，家里不管，往后撤。马弓继续往前，巨头也在往前。这坨闪避马加村民，
把抓村民抓掉了一大堆，但是剑兵勇士已经登场，剑勇一出场便知有没有。好，这边闪避马，不是闪避马，环刃投掷手高打低伤还不错。哦，继续串，继续串，但剑勇的输出越来越高，前方落马快要夹不住，吐了，只剩下环刃投掷手，这应该有点难打了，家里已经一片狼藉。曲哲罗还没有想要放弃，我还能输出，但是还是打出了GG，我们恭喜道特拿下比赛的胜利。哇，道特最后是出了98支的剑勇，哇，前期的这个装甲步兵压制打得挺有趣的，但是后期呢，还是展出了一些长剑兵，甚至最后剑勇还是最后还是出来了。曲哲罗人这边的问题应该还是在闪避马一直往家里送啊。但往家里送，道特是防得很好。那打正面的话，马弓的位置确实不好解决。但其实曲哲罗也是可以考虑转战矛兵的哈。但没有转战矛兵，还蛮坚持继续使用自己的特殊单位落马跟这个曲哲罗的环刃投掷手哦作为主力的话，很容易经济就被消耗完毕了。这是曲哲罗这边最大的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啊，经济的部分就是由歌德拿下资源上的胜利。四生物是由曲哲罗拿下，但是黄金依旧不够用了。好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请记得帮我刷订阅。我们下次再见喽，各位拜拜。